点赞和订阅按一下哟。大家好，嘿，基尼党基尼要，今天呢，佳佳拿小小爱心魔法机来玩一下哟。那么现在就开始吧 ，Go Go！ 箱子里面装有贴纸保管盒和贴纸、说明书和涂色绘本、魔法铃和一个心形模样的挂链、粉色绳索。最后呢，佳佳里面还有一个爱心魔法机哦。那，到底是谁在叫我？是粉粉兔，粉粉兔，基尼，我有事拜托你。粉粉兔是什么事情啊？可不可以用魔法机跟我一起去找一下小小精灵们？哇，这就是那个爱心魔法机哦。好的，就跟你一起去找可爱的小小精灵们吧。基尼，那你先试用一下吧。先打开盖子，按爱心按钮。爱心魔法机。爱心魔法机都有哪些功能呢？有小游戏，还有笔记本。这是什么？基尼，就是那个摇，用那个我们就能找到小小精灵了。是这个。可是粉粉兔魔法机里面有那么多好玩的东西，我先玩一会儿再找小精灵好不好？好吧，那基尼你想玩什么呢？里面有化妆的游戏，还可以拍照片呢。这是什么？打扮小小精灵去。哇，可以打扮可爱的小小精灵哦，我要玩这个。微笑的小小精灵。哇，粉粉兔是你哟。这种发型也很适合你哦。戴一个墨镜。拿个麦克风，基尼装扮得好漂亮啊！谢谢夸奖，粉粉兔。那么接下来，是美妆，拍照片吧，球。基尼先拍张照片，没问题，美美的。一、二、三，茄子。哇，是基尼哟！接下来我们来打扮吧。不错，涂上腮红，首饰就选这个吧。加加完成，粉粉兔怎么样？基尼变成美丽的公主了哟。基尼，用魔法机来算一下今天的运势吧。什么？今天的运势？好的。基尼，今天的运势会是摇一下魔法铃。粉粉兔，它让我摇一下魔法铃。基尼，给你这个，摇一下魔法铃吧。哇，看起来真的好梦幻哦！试一下。选这张，扑通扑通会发生很多美好的事情哦。球，基尼今天的运势，金钱运满满，爱情运也满满，身体健康，今天的运势是99分呢。果然是基尼。这三叉戟和爱心是什么呢？基尼，这是真心话大冒险，要不要跟我玩真心话大冒险？什么真心话大冒险？好呀。粉粉兔，那个基尼是不是比洛美长得更漂亮呢？当然了，基尼更漂亮。来问一下真假吧。基尼比洛美更漂亮。假话。什么？粉粉兔？
道啦。吉尼今天能找到小小精灵，是真实要求。看到了吧，粉粉兔，我可以找到小小精灵哦。哇，好棒哦！那吉尼，我们快去找小小精灵吧。好的，一起去找小小精灵吧，出发。这里有小小精灵喵啾。哦，小小精灵们到底藏在哪里了？哦，感觉小小精灵就在这里哦。吉尼，拍个照片看看吧。拍一下照片。来摇一下魔法铃吧。小精灵逃走了，真可惜。天哪，小小精灵竟然逃走了，怎么办呢？粉粉兔，吉尼没事，我们再去别的地方找找吧。知道了，粉粉兔。精灵叫什么名字呢？